网友爆料蒋劲夫家暴一案的最新进展。蒋劲夫此前现身日本朝鸭署自首，并向警方承认了涉嫌施暴的指控，却在最近一次与女方优花的协商和解中失败，可能面临监禁判决。据悉，这次和解失败很大一部分的原因要归咎于蒋劲夫的代表律师。先是家暴发生前后，蒋劲夫的律师没有采取适当的应对措施，才导致女方将施暴事件公布于众，随后衍生了蒋劲夫逃跑被逮捕的一幕。而这次庭外和解本该在12月19号就能顺利解决且释放，还是因为该律师讨价还价拖拖拉拉，导致女方失去耐心，愤怒情绪激化，和解失败，蒋劲夫也因此可能要面临监禁判决。这波神操作让人越来越好奇，这位律师是何方神圣？还是据神通广大的网友透露，蒋劲夫的律师就是曾担任江歌案就读于日本东京政法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江歌北归，历前男友陈世峰用匕首杀害案的律师，后来还被江歌妈妈换掉了。突然想劝劝蒋劲夫，要不咱再换个快点的吧。对于这个消息，网友的态度依旧是两面倒，有的网友还是心疼蒋劲夫的，觉得他就是一个被女友坑了的可怜男人，这次还被律师坑了。有的则认为打人就该付出代价，成年人要为自己的每个行为负责任。不知道这次蒋劲夫和解失败你们怎么看呢？